太大了，叫我们怎么敢当呢？恭喜恭喜，今天是你们惠民楼开张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来贺喜呢？是啊，不过小燕子这个贺喜的点子可把我们折腾惨了。两位爷可是铁打的身子，不怕，我们几个可是腰酸背痛，是啊，手臂都快捂断了。小燕子，你每次都是这样，让人想都想不到，猜也猜不到。那当然了。哎，紫薇和金锁呢？怎么没看见？这样的盛会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来呢？小燕子不许我们露面，要我们躲在人堆里啊。还好了，不要我们舞那样的龙啊，已经是我们的运气了。嘿嘿嘿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该放炮了吧？对呀。哎，那个太后怎么样？凶不凶？那当然，我们这回又遇到克星了。这老佛爷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，我们差点都出不来了。出门不利，我才出门不利呢！你走那么快干嘛？胡扇你尾巴！你吵起来了！你是恶鬼投胎是不是？不要吵，不要生气啊！天下没有不对的客人。客官，来来来，里面请。哼！哦，原来是个行家，有功夫是不是？有功夫。